大家好，我是小智。那现在我们在准备我们这次的无锡演唱会啊。来，说一下你这次参加明日大 party 的那个感受吧。好激动啊！有什么激动感受？你形容一下。喝那么多，对吧？那种你把嘴角的酸奶擦了、要不是酸奶，那是药啊，药啊，药膏，上火了。那个尿配。那怎么说？你这次觉得咱们这些节目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有意思吗？有没有说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？肯定都特别好看。你比较喜欢哪些节目？我还没看呢，我怎么知道？翔哥，那这次你和学长合作了一个叶问的舞台，你觉得怎么样 ？OK 吗？算了，把这段删了吧。这怎么那个还挺拉胯的，真的真假的？对我那段真的很拉胯。对啊，你昨天的贝斯的音色我太喜欢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回头给你听一下。这都是金钱的味道，真的，你得花钱。我的冲击力太强。那这次这次猫和老鼠，这咱这合作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挺爽的，挺好玩的。我每次弹的 solo 都不一样，每次弹 solo 不一样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即兴的魅力，这可能就是即兴的魅力，这就是音乐的魅力。对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，造起来啊！在拍 vlog， 然后这是我们的化妆间，然后我们摄像老师在拍我。好。你的 vlog 内容是我们 vlog 内容是你啊？是吗？可以，互拍。啊，互拍，来找找强哥。哎，又来找你了，强哥。你说你咋这么帅呢？你这没别的人可以找吗？那这整个化妆间就你一个了，其他人不太想找，主要是跟你有话聊。这话说的，哎，咱哥俩那跟别人能一样吗？怎么说？要不点个面，牛一波，牛一波，必牛啊！不牛不是人、啊。咱每天参标那么赶，对，不点可惜啊。超级加倍。不跟你唠，不跟你瞎唠。你咋还没化妆？不知道，我在等待。你在等待？你很寂寞，你等了个寂寞呀、我等你寂寞。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哎，这边这是润泽老师。哎，润泽老师。哎，你这个发型很帅啊，好像比之前的都不太一样，这个是什么概念？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那种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发型师，比较前卫，就是我从意大利，从法国的一个法国一个发型师啊，就是那发型老师叫什么？叫Alec Blade。哦，哎呦，是法文名啊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那这次你之前说过，你拿到这把琴之后，你要练琴，每天练琴8小时。网友也都说你这是虎狼之词。那你觉得你每天有练到8小时吗？是，练琴它是分为就是讲究你上手，还有在脑海里操练，就是我。你平常在脑子里练7个半小时，平常练半个小时实操，平时在脑海练5个小时，练6个小时，实操2个小时，实操2个小时，那也确实也有这么一说。不是你看他镜头，别看我，你眼神不要躲避啊。那最后说一句祝福的话，爸爸只希望你继续转。哇。哎，好，可以。All right， 好，我现在开始了用餐的第一步，带上餐巾。还有第二套。哎，其实我要化妆。好的，拜拜。第二套是白色。做头发。AK 强子。山西汉北，那种 MC 的味道，那种 MC 的味道。是这样的，听一下，一会儿，然后龙丹妮女士会来到这里。哎呦，龙丹妮女士哦。哦。
直呼大名。哎呦，龙丹妮女士啊，廖俊涛男士啊。你好狂。你们先叫他好吧。我是龙丹妮女士，你直接丹妮啊。亲戚吗？哦。你们什么学生都会拿着一个东西自拍？不是，他们这是任务，任务是你懂吗？任务，就是说打任务升级，给你布置一个任务，你把它完成了，你能得到经验值，然后你就能升级，然后可以买装备是吧？你就能从选手进化成艺人，真的。我也是刚知道，贝尔，贝尔牛，哪儿的口音啊你？贝尔牛 ，over。就慢慢的忘了吧。你这个乐趴怎么回事？想笑我？你别想，你别笑啊！我就想到刘洋。刘洋，你别，好好来，好好录，好好录啊。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。好，从第二句开始录啊。你第一句前面唱的挺好的。不要你走开、啊。我怎么了？我在吃东西。哎呦，你们俩真是冤家。我一想来我就想笑。身上。行，走吧走吧，快去躺那儿去。吃东西好吗？吃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剪辑一下。这就好了。等一下，老廖过来了。